将生活重心转往大陆。去年他参加某大陆综艺节目，因为一席海鲜言论，意外引发台湾网友不满，遭受到许多网友攻击。对此，杨丞琳始终没有回应，但却悄悄关掉脸书还有 IG 的留言板。而他日前惊喜宣布即将在小巨蛋再度开唱，没想到24日发文宣传时，下面却引来网友留言问：海景第一排可以吃海鲜吗？对此，他也罕见做出回应，并幽默表示可以哟，赶快买第一排，并附上一个笑脸表情符号，直接正面回应冲击海鲜风波的网友。该留言也马上吸引将近100名粉丝按赞，再度于网上引起热议。Bye.